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水煮鱼的教程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学会。咱们把这个鱼啊洗洗啊，洗干净了。洗干净了，朋友们，咱们开始给它改刀啊。水煮鱼怎么改呢？咱们首先用刀钉这个鳃以下这块，咱们给它切掉这块脑袋啊，脑袋给它切掉，这样改鱼好改一些。之后翻过来盯这个部位往下下刀，给它往下改啊。好，这个肉就下来了啊，好点吗？完了，把这个骨头给它剔掉，它贴着这个骨头边往下剔啊，给它剔大了，剔大了鱼肉就少。好了，剃下来了，这就是管成鱼肉了啊。这个鱼，这面呢剃的时候搁尾巴开剃，搁尾巴嘎个口，完了搁这个地方尾巴后鳍嘎一下，让它下来，贴着这个骨头剃啊。剃下来了，还像刚才似的，把那个骨头给它剃掉它，剃骨头边给它剃掉它。剩下这个鱼肉了，咱们可以片大片啊，片大片以后做水煮鱼啊，看什么？大点片子，小的话就片两刀，这个就片一刀，大点片就行。刀一定要快啊，刀不快的话片出来不好，效果不好。好，片好了啊，放起来。咱们把这个骨头给它切了。挖了给劈开啊。好，现在等的差不多了，老铁们啊。准备好豆芽、木耳、油菜、干豆啊，下锅打嘴哨。老铁们，咱们把这个鱼肉啊放入这个食片，咱给它上上浆，上完浆之后又滑又嫩。放点水，放了一点精盐，放了一点精盐。
起起啊，把鱼骨架煮好了之后，咱们把鱼骨架啊倒在锅里给它煮熟了啊。朋友们，鱼骨架已经煮熟了，咱们捞嘴了啊。咱们把这骨架摆一摆啊，鱼尾冲一冲，鱼头冲一冲啊。倒在鱼上就完事了。